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下午突然发现今天7月18号嘞，音频员说嘞，刚才我从网上给他团了个蛋糕，表示一下啊。蛋糕，刚才人家送过来了。虽然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但是心意很重要啊。主要是今天下午一说他俩吵吵住，非得吃，所以说订了个小点的留存了蛋糕。走回家，让爸爸这是爸爸的生日蛋糕，回家再给爸爸说生日快乐，知不知道？嗯，你干嘛？爸爸，爸爸，哎，奶奶，你给爸爸说啥了？你跟爸爸说啥了，乖？你给爸爸说啥了？给你啊，给你啊！啊，乖乖，你该给爸爸说啥呀？可以啊，这个蛋糕到了。蛋糕吧，妈妈。蛋糕吧，你给爸爸说啥？刚才你说了。你该跟爸爸说啥呀？我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说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打鸡。中中中！钱，朱老板发大财啊！到了。你该给爸爸说啥？祝你生日，爸爸。哈哈哈哈哈！笨的呀，还不会说。要祝你生日快乐。我想吃。行，走吧。吃。我给你打开。好，插三根啊。一。啊，三根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啊三根，三根是有点不太好啊。四根吧，四根也不太好啊。四根也不太，五根放呢？五六三十，是不是？啊、我跟你老子会说话呀。会呀。好。还得点这个嘞。生日蛋糕，生日蛋糕，来唱歌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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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许愿，好，许愿，等许完愿再吹蜡烛，呀呀呀，好，吹吧，好，开灯，吃蛋糕吧。开灯吗？灯记了这里。好嘞！耶耶耶！好嘞。嗯，专门买个这个，那俩还能玩具车，打鸡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妈妈。好吃啊！太好吃了。妈妈，突然正好这个大小。剩一点儿，等会儿那俩一人再吃一块儿，都没了。吃完生日蛋糕出来溜圈了，俺一家四口。这人从昨天说减肥，真的今天坚持减肥了，吃了一口蛋糕，不吃了，还准备，俺妈还准备给他炒俩菜嘞。他说他要减肥不吃了，也没有准备，自家人不必客气哈，说不吃都不准备。出来散散步，溜溜圈，还没有往这条河这儿还走过来。虽然说离家比较近吧，唉，还没有往这儿走过来，风景还很美的。他的脚现在还是不太利索，一走一瘸的，都没有好喽。从1公里开始跑，1公里、3公里、5公里，又慢慢跑了。6公里。脚不利索，胳膊没有事，一会儿走做俯卧撑，仰卧起坐啥了。妈妈。你胳膊不是也抬不起吗？但是我胳膊是抬不起，但一会儿试试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钓鱼了，人家搁这儿有鱼吗？走吧。有，刚才我看见有一些小鱼蹦来蹦去。你都看见了？嗯。走，跑步啊，跑步前进。跑步。哈哈。不能抢跑啊！一。二三，啪！有俩枪包了。天空，好美呀、啊！对，路
落日成个大圆盘了，好久没有这样惬意的溜过了。一二俯卧撑，一哇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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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，二一城堡真厉害。我厉害，妈妈我厉害。你起来吧，溜了一大圈翻回来了，结束了，确实饱汗啊，这光走都汗，你这汗得饱二斤。不对，这个这条河溜了一圈，回来去给你的头发剪剪，该剪了啊。嗯，该是该剪了。是啊，要不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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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今天的散步结束。哇，散回来看看，都是上这桥上乘凉来，一到晚上这儿可多人，可凉快了。